反正主要大概就是，因为之前还有个 bug 嘛，之前还有个 bug 就是你在窝中里面收一堆钱，然后去购买再狂买甲片，就一口气直接升满，但那好像被改掉了。哦，来不及用。对，反正就，所以那个被改掉之后，现在最快的就是你去这个 DNC 里面打 AI， 或者是去入侵里面打 AI， 其实都蛮快的啦。我是觉得没有说一定说哦哪个最快或哪个，这两个其实差不多啊，只是舒适度上面的差别而已。看，血到底多多、哦、？DMZ 大概是门槛最低的，就是你真的不太需要干嘛，你就是。你就是真的就是，像我们现在也是，看我们根本就拾荒大队啊，我们根本没在干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配件的，真的很愤欸。欸，这里有个三甲背心哦，你要不要来拿一下？后面还有一只。这有个三甲背心，好，我顺便去两个灯泡丢给你。做大地图的合约叉 P 跑到将军上吗？它会有加，也会有加武器的叉 P 啦。哦，只是它那个叉 P 不会直接是武器的叉，数值上会有些分别吧。它虽然没有明显，就跟之前窝中一的时候，你做合约也会有角色经验值跟武器经验值。基本上这一代，你只要想说，你只要有画面上有那个加分，有加分就是有经验值。像这什么爆头加110哦，有加分就是有枪支经验值。挂台晚安 ，OK， 校长晚安。什么东西？机密文件8000。来，灯泡，灯泡。哎、欸，你刚才在骂我吗？这是怕我了。不会，我不会那种不识相啊！看，情侣要约会不要找我，操，自己出去啊！哎、欸，硬碟，你还要吗？好，我去拿。终极背包欸，有人要吗？两个。电钻还要吗？要。钻小雅去。电钻我要，电钻我一个都没有。这底呢？你拿得动就拿，拿不动没关系。那我只好把小叶的电钻留着。没错，电钻即是王道。对对，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为什么那个多人会有人一直丢那个诱饵弹？诱饵弹它会加分啊，只要有加分就有武器经验值。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这样。你要 USB 吗，小布？好，过去拿。哎、欸，
RPK 好像丢东西啊，全部一级了嘛。RPK 怎样？满级十七吗？丢，丢，我有点忘记了，说真的，好像满了。真的，这给你20K 燃料棒。好，这要干嘛的 ？GPU 哎，那卖钱用。哇，恭喜你！那我们要去，你要去交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要开始存硬碟。那找到 GPU 嘞，正是在电脑里找到的。超稀有电脑资源。突然感觉好合理。4090 GPU。说好的商人系统也没出现，他没有讲好吧？说真的，其实关于这一点，他应该也是没有，他没有讲好有商人系统吧？我印象中没有，因为他 DMZ 一直都没说 ，DMZ 一直都没有给情报啊，所以他没有讲说有商人系统。怎么有黑标哦？你那个打 AI 有时候他们会掉对讲机，然后你把他对讲机捡起来之后呢，他就会有一个小范围的 UAV 扫描，那个扫描扫到其他 AI 是会黑色的，以黑色的标呈现出来的。你捡到后面有个任务，就是叫你去捡那个捡这个敌人掉下来的那个对讲机 UAV 啊，然后要杀死被这个对讲机 UAV 标到的敌人。存入，交付 GPU， 有了有了，还要撤20个硬碟回家。我的要不要先给你？不用吧，你先解吧，我20个超多的，你4个你一下就可以解完了，我20个。我待会丢，我这边有10个。太多了吧，你不是测4个就好了吗？你怎么丢那么多？好，你可以再给我。垃圾桶地图上会显示？不会。所以我前面就是在找这个啊。那个时候三叶猫还没来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还没有点开我的实况，再早一点，我们就是在找这个，找到超气氛的干，超想杀人，找不到。这边有人哦。嗯，活人吗？活人，活人，后面开车的那一群。好，看到了。你交战了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打 AI， 我是打 AI。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、啊。好，往 FU 那边过去哦。嗯嗯，他跑掉了。我这边下面超多 AI 的哦。嗯哼。他怎么跑掉了？哇，他直接开 UAV 耶、欸！他直接冲去开 UAV， 稍稍有点麻烦。要不要顾不管他，直接走？你先教你的，你教了。对啊，我还没教，我还要教，我还要教那个电钻呢。对啊，比较重要。他们刚刚是去拿那个啦。我先教啊。好。他们刚刚是去拿那个空投。对啊，还好那个阿尔沙里垃圾场找比较快，前面这个公墓北方的真是找到快死。